制的汉服就是宋朝时代，穿的汉服，因为它每个汉服还每个朝代都不一样的。我这身是宋制，宋制汉服哈。别说宋。代表有点枪毙。古代水晶乐，对，宋代水晶乐。马上要最后一步就是上头饰，然后呢头饰完了之后呢，然后戴个隐形眼镜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出门拍摄啦。背着个小书包，出门啦 ，Go， 上车，走，拍摄。安全带是第一条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我们可以用你的声音导航吗？用我的声音导航，可以。我们两个人的挺好的。打开百度地图，好的。冯提莫的导航。天气特别好，风也特别大，然后看到了一个两只鸳鸯，特别好看，特别漂亮，在湖边。高度有点尴尬，这样可以的，你别小心头啊。嗨，现在我们要转场啦，第一套宋朝的服装已经拍摄完毕了，转场去拍第二套。第二套呢跟这一套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哟，这一套是比较仙气比较可爱的，然后第二套呢就是我觉得有点酷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嘿，现在我们的第二套的衣服已经换好了哦，就现在去换头发。来到了小卖部，我现在我是什么是什么？魏晋，这个银两，我身带白，是不是也知道？万千银两，带了一万银两，带了一万银两。在北京呢，啊，这个黑白的毛毛衣。第二套衣服的话，你猜是一个什么款？一套是那种萌妹子，很可爱的小公主。第二套呢，就是像一个女侠，很酷。
还没有尝试过这种风格，先看看。造型已经弄好了，这是第二套侠客，有一种女侠风的一个造型。然后呢，我拿一把油纸伞。油纸伞，靠，里面藏着暗器。天色渐晚，太阳已经慢慢要落山了，期待成片出来的样子哦，然后给大家看，嘿嘿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